哎，你们回来了啊？嗯。你不去洗刷呀？嗯。心情好不好嘛？给你摆下什么嘛？豆豆，嘿嘿，干啥事？妈，哦，爷你们回来了啊？嗯。你们在干啥子？在弄鸡，弄打针好了，慢点就弄在炖去。然后把烤了，我来帮你嘛。嗯。你们在弄啥子啊？有没有啥子帮忙弄的？咋子弄人？你开了车开那么久，你去收下你东西噻，坐了耍哈嘛。没得事啊，还有啥子菜的话？不消不消。
个终于可以洗个好好的热水澡，好好睡哈。好厉害！嗯，凑早点睡噻。